我得到很多奖，我要买来试试。买回去给谁试用呢？买回去再说喽。欢迎回来，凯文想得美。大家好，我是 Kevin。走到哪里一定要买到哪里，这就是 Kevin 的原则。来到 Sydney 要逛什么药妆店呢？一定就是它了。这个 Chemist Warehouse 这里呢，真的是应有尽有。如果你想要就是一站就买齐你在澳洲、在澳大利亚所有的东西的话，来这里准没错。走。这里。这里，哇，好多哦！我也要吃越橘精华，还有这个葡萄籽，超级抗氧化，这个也是在网络上面超红的羊奶皂，好可爱哦！你看羊妹妹，这个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很有名，它是全矿物彩妆，优点就是它是不伤皮肤。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它的颜色没有办法很丰富，所以你会看到就是矿物彩妆它的特色就是颜色都是很大地。我得到很多奖，它得到很多奖，既然得到很多奖，我要买来试试看。它的妆前乳，蛮舒服的，很像我的水魔力。那买不到没关系，要买我的水魔力啊 ，BM 的水魔力 ，Beauty Maker 水魔力妆前乳超好用，它是。除眼睛皱纹、眼袋的，据说它的这个丰胸，就是胸部紧实霜很有名，但是我不能买那个来开箱嘛，对不对？那我买这个好了。我胸部没有下垂，我应该不需要丰胸吧？买回去给谁试用呢？我身边。有人需要吗？买回去再说咯。欢迎回来。刚才呢，在这个 Sydney 的这个Chemist， 它在每一个 Sydney 的城市的繁华的地区都有的他们的店。这个哇，这个在网上好火 ，Blackmores 的维生素 E 霜，在网上是被昵称叫做冰冰霜，就是因为好像范冰冰介绍过之后就火了。你告诉我是哪一个东西范冰冰介绍过之后不火的，我是不是也来创造个凯文霜。这个霜哦，它里面应该就是天然的维生素 E， 因为它很简单，它就叫 E cream。 它刚开始呢是被做成像皮肤的急救，它在皮肤上面推要花一下下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完全推开，然后味道就是医油的味道。如果对于那种已经受伤的或者是特别干的皮肤，你可能会觉得很好，但是千万油性肌肤不能用，因为它会有一点点封存感。我一定要提醒你们哦，你在使用这个霜，先在指腹暖开来，不要直接在脸上推，因为你们刚才看到了，我必须要推很久，它才会整个的跟皮肤服贴。所以呢，你看就在手上面这样子让它暖化了之后，你看手上面没有白白的痕迹，再往脸上贴敷。过敏的干燥的皮肤千万不要一直按摩，因为按摩是一种摩擦，对你这种敏感干燥的皮肤是一种刺激。这个E霜我就不太建议你真的把它拿来当妆前的打底用，因为如果说你上的太多的话哦，你的粉底跟皮肤的贴敷性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好。所以如果你把这个E霜拿来做妆前打底的话，最好是局部使用，局部特别干的地方拍一些就好了。那么如果你是一般混合型，或者是你不是那么喜欢这么有包覆性的这种霜体的话呢，这瓶很好用，但这瓶是我在法国买的。那么它的质地就比较牛奶，就是它比较像大宝，然后刚才那瓶比较像百雀羚。这个拿来做粉底前的打底，或者是它拿来调粉底很好用。他们家的东西在网上也很红，它最火的是这个丰胸霜，它叫做 Freeze Frame， 冻结的画框 ，Freeze 冻结 ，Frame 框架，停住时间的意思。对，就是停格。这个丰胸霜，据说不用手术也能够让胸部增大。那它里面不含激素，然后呢，连续使用三支
三支是一个周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个人觉得变大的机会不大。成人之后我胸部要变大的机会有，唯一就是妊娠期，但是它可以透过你的按摩让你的胸部变紧实，然后呢，尤其是上胸的位置，上提看起来视觉会变大。它里面有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胸部的皮肤做紧实。那你说平常一般你如果自己用身体乳可不可以？当然也是可以，可是因为你的身体乳里面没有这一些帮助肌肤紧实的成分，所以可能它紧实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不要太在意 size 好不好？最主要是要让你的胸型漂亮，然后挺，小有小的好，小有小的时尚。然后呢，如果能够让你胸部做变成紧实的话，我告诉你，穿 bikini 的时候就会很漂亮。一样是 freeze frame 定格的这个眼霜，这个它号称是微整形级的眼霜，它有眼部小熨斗的称号。那么主要它里面的成分是三生态，他们家专利的三生态和维他命 C。那么生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放松皮肤，然后除皱的成分。然后呢，维他命 C 是一个美白的成分，它里面的质地按出来是胶状的，这个比较特别，因为大部分的生态都会是做的比较霜状，那么它会透过霜状让这个效果比较明显。不过你不要以为它是胶它就很湿哦，据我们的熟女代表们说，这个擦完之后会觉得眼部皮肤还是干的，妆前用太多的话，你会发觉眼周的这个纹粉虫反而容易卡粉，所以它最好是晚上用。这个是在 Australia 非常有名的矿物的彩妆品牌，它是属于扁平型的粉末，所以它的遮瑕力会特别的好，所以像敏感刚做完医学美容或者是痘痘的皮肤就特别适合用这种矿物式的粉末，它呈现的哑光的妆感非常的好，还蛮自然的遮瑕力。这对男生也用也非常的好，因为它这种矿物型的粉末比较不容易致粉刺，它可以瞬间的就是把你的油光肤色还有这种毛孔的现象做修饰。好，接下来我记得我不只买山羊皂，我不是要买牛奶皂吗？我看了它之后我没买，对，因为我觉得牛奶皂好像到处都有。山羊奶皂好可爱的包装哦，有六个不同的颜色，它的品牌就叫 Gold Soap。 它其实又有一个揪心的故事了，因为它创办人的儿子他长期受这个湿疹过敏的皮肤困扰，有没有，他就开始来致力于开发一些不含化学起泡剂，听到了没，起泡剂，然后不含香精香料，从山羊奶当中呢去提取这一些非常滋润的成分，洗脸洗澡全身一块都可以用。这个蓝色的就是 original 的，蓝色是原味，绿色的它是加了柠檬香桃，橘色这个是有燕麦，然后粉红色的是椰子油，紫色是坚果油摩洛哥油，红色这个很特别，红色这个是有 Manuka 的这个蜂蜜。 Manuka 是什么？请看 New Zealand 片。我要试用哪一个啊？试用哪一个？试用哪一个？试用哪一个？恐惧选择障碍。原味。起泡蛮快的耶，而且它的泡泡好细致哦。哇，洗完的感觉好干净，但是不是那种涩的。很棒，我很喜欢，而且你看我皮肤变亮了耶！这个拿来洗全身一定很棒。人身上味道最香就是有奶味，不是那个屁孩的奶味，是那种，就是这种。这个我推，这个凯文大推。我的店里我也想卖，我们去找来卖好不好？这个好香，这个好棒哦，都洗完好棒哦。好。以上就是我们 Australia 的这个药妆店的开箱，还想知道更多吗？凯文会全世界各地为大家带大家一起去买，一起去变漂亮，一起去吃。所以喜欢我别忘了按赞留言哦，凯文想得美，我们下次见。看完这支影片，如果呢你有学到一点点东西的话，别忘了点赞哦，而且你可以留言，我会知道你们更多的困扰，赶快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吧。